大家好，我是币圈狼言，很高兴大家能够收听我的频道。我的频道是主要关于比特币的投资、区块链、数字货币相关的。如果你也喜欢我的频道，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有的选别做低级的韭菜，有种顶级的思维叫做墨菲定律。你越害怕的事情越容易发生。关注狼言，让你不再害怕。那么数字货币作为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投资行业，形成一套成熟的投资模型需要3到10年的时间。如果你进入这个市场切不可抱有一夜暴富的思想，否则就会坠入万丈深渊。那么我们主要是讲解的是一个合约，还有一个趋势的一个走向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操作啊。如果大家也喜欢这个合约操作的话，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啊，订阅我的频道。那么先说一下复盘吧，复盘。昨天这个是凌晨的时候啊。昨天我们开了一个空单，在一个我在一个9678美金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凌晨的时候凌晨它这个是凌晨的时间开了一个空单一个空单的一个作用开了一个空单，在这个位置那我是在这个位置开了一个空单的。在这个位七十八六九千六百七十八美金的位置在这个位置，龙也是在这个位置开了一个空单空单，然后在这个凌晨早上的10点钟10点半左右做了一个止盈的一个状态，止盈的一个状态，在这个位置自动的止盈这个位置。那么我们是吃到了这一波呢？到这个9400美金9400美金的位置那么这一步我是吃到了这一步吃到了这一步，全程差的全程大概是一个差不多的一个2700多美金，那么我是赚了差不多的8万3000多美金这一波的操作一个做空赚了8万3000多美金那么随后我是在这个10点55分左右10点55分在10点55分的时候开了一个多单在9500美金的时候差不多9500美金早上10点半10点半左右，在这个位置是开了一个多单多单随后到这个9691美金的位置在这个位置进行了一个平仓平仓在一个止盈的状态。那我在群里面也是提醒到大家进行这么一个操作进行一个操作。那么这两波一个下来一个上去，那么总共赚了差不多13万美金14万美金14万美金左右。那么前两天亏损了也弥补过来，因为我们在这一波在这个位置进行了一个做空的是逆流而上，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是亏损了一个8万美金的位置，在这个位置。我是这一波做空然后这一位置亏损了8万美金前两天也说到了。那么我是在这一波一个做空，然后一个波做多那么盈利了14万美金14万美金，把那个差价给弥补回来了。所以说这个操作的话还是按照套路去走按照套路去走。那么随后进行了一波回调。然后进行了一波小的一波反弹，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走呢？应该怎么走？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应该怎么走。接下来，龙也会继续的进行一个下跌的一个操作下跌一个操作。所以说这个位置就非常危险这一块的话，在一旦上到这9800美金的位置上到这个位置
也是上到这个九，因为他这个九千，看到这个9900美金了，你是看到这个9900美金了，这个位置啊，在这个9900美金啊过来啊，那么这个位置就很危险了，叔叔，我不建议上到这个位置的话，压力位是非常大的。如果上到这里的话，我会选择一个做空啊，做空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仍然是一个啊，可能会呈现一个下跌的趋势，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个心理的一个预判的一个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啊。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啊晚上的8点钟左右啊，8点钟左右，大家做好一个啊一个长期作战的一个准备。等下我会继续开一个啊，开一个仓位啊，开一个，可能会开一个空啊，开一个空啊，我们看情况啊，看情况他做啊。好了，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呀、啊。没点关注，点点关注；点了关注的话，请点击小铃铛。我每次发消息的时候，你都能第一时间能够收听得到我的频道。好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内容就到这里啊。大家在下方评论666啊，领取啊这个炒币的口诀一份啊。添加冷眼的微信，助理的微信啊，冷眼的拼写加1004就可以添加到冷眼的助理的微信啊，你就可以加入我的牛市淘金群或者加入我的会员群了、啊。好了，今天先说到这里，我们明天见，拜拜。